不好，他们的牙齿特别大颗，避开他们的宠物是最安全的喂食方式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香菱。今天的三星乡一日游呢，第一站就是来到一直很想来，但是每次看到人潮都觉得超级却步的张美阿嬷农场。这里呢，就是有著名的水豚君，然后还有梅花鹿，可以依次的就是喂食它们。这个比较滑，它突然间不动。啊！在抢食。应该真的比较软，没关系，你喂你喂。那毛超好摸哎，我的妈呀！好了，拜拜。我还有一个，你要吃吗？嗯，要吃吗？Close my eyes and lightning strikes, so I won't sleep till I get it right. Let it rain, let it rain, let it rain all night. 我很努力的在引诱他来泡温泉。看到水豚君泡温泉是一件超困难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呢，大家大伙儿很努力的用食物的方式来引诱它进到温泉区，结果一直失败啊。不过呢，这个就代表原来水豚君还是蛮有个性的。好啦，那么刚喂完水豚君，我们就来用票券，一个全票可以换一个食物。那我换的是三星葱的葱油饼，那奥斯汀是，我换鸡蛋糕起司口味。嗯，那你帮我吧，自己叫回去。水豚君之后呢，大家可以来旁边的安农溪走走，或者是三星落雨中拍拍照。虽然我们今天来的时候还没完全的变色，但可以预期到的是，它要是变色一整排，看起来会超级无敌壮观。好啦，那在结束今天旅程以前呢，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住的 Sunday Home。跟大家分享一下三星乡住的这个 Sunday Home。 怎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暗迷蒙，所以呢一走来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色。我觉得这边最棒的呢，就是它的不管是房间还是外面，它都是做一个比较挑高的部分这边。然后昨天一进来的时候，这边很温暖的灯光，因为它是大片玻璃透出来，就觉得格外温馨。
然后看过去的景色呢，就是田野风光，觉得非常的惬意跟舒服。住了觉得很舒服，所以就画了图案送给老板。这个是这边的明信片，喜欢的人呢住的时候也可以寄封明信片回家。好啦，我们往里面走，这边就是用餐的地方，今天早餐也在这边吃的哦。老板呢，他们会自己就是去买菜然后自己做，所以呢刚才这边算是高朋满座。